讲得清楚，所谓蓝的就是保卫中华民国，不是保卫哪个政党。国民党当选多少席，他自己努力，他自己追求他自己的，他该付出代价就要付出代价。新党一样啊，新党过去也曾经热火过一段时间，但是新党也有一些变色龙啊，那变来变去，我们本来就是柔性政党，允许变色。